世界上有些地方会颠覆一般人的认知。希瓦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无垠的大沙海延伸到此地，消失在海藻树脚下。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到希瓦求教阿蒙神庙的神谕，这是古代最著名的神庙。神谕肯定他是众神之子，是埃及的法老。古老的神话传说流传了下来，希瓦的氛围中弥漫着永恒的气息。这片大型绿洲的边缘点缀着两座湛蓝色的湖，这在埃及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利比亚沙漠中最靠西的绿洲，埃及唯一的波波尔人部落居住在这里。由于长期与世隔绝，这里保有绿色景致，25000个居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得以保存。来看便宜的好东西哦！如今，绿洲吸引着寻找正统原味的游客，远离尼罗河畔的喧嚣人群。希瓦是喜爱孤寂与宁静的人前往沙漠的出发点。由于贝都因人的经验传承，游客能够体验邻近地区千变万化的风景，探索隐身于沙丘之间的自然宝藏。到绿洲来的旅游团体仍以小规模为主。在一个资源有限的地区，旅游活动的增加当然必须伴随一套可持续发展的计划。秉持这样的精神，他们建造了一家令人惊异的环保旅馆——阿德雷尔阿梅拉旅馆。这家旅馆建造于1996年，自称是绿洲可持续发展的建筑典范。兴建过程中一直与当地人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竭尽全力把对环境的冲击降到最低，例如刻意的禁止使用电力。建筑完全遵循传统的建造技术，这种传统的专业技艺日渐式微，完全使用自然的建材，比如大量采用岩砖。这是一种粘土与岩的混合物，能够让建筑外观融入环境景观当中。伊布拉辛·拉马兹是一位建筑师，他来自于开罗，负责这项合作计划的各项协调工作。站在这个位置看得非常清楚。我们希望在如此引人注目的地方建造一栋环保型旅馆。当我们来到希瓦这个地方之后，看到的是壮丽的景观，还有这些山峰，很独特的平顶山峰，所以我们就选在这儿建造。阿德雷尔阿梅拉意思是白色山脉，满月的夜晚山脉呈现洁白色，因此得名。山脚下的棕榈林和泉水为旅馆房客带来凉爽舒适的惬意享受。
从设计之初，我们就一直坚持一定要用天然材质打造一栋尊重自然环境与人文传统的建筑。主要建材是岩砖，这是混合了盐和粘土。在埃及，这种建材除了西瓦有，别处都没有提供，非常的特别。请进吧。盐、棕榈树或橄榄树，这些纯天然的材质全部都产自绿洲。这里的这些每一件作品的细节之处都展现出希瓦人的精湛手工艺，从贝都因地毯到岩块雕造的家具，所有的计划都不是事先拟定，随着工程进行产生新的灵感，设计概念也跟着调整。这桌子除了建筑物本身的迷人外观，希瓦工匠也没有忽略舒适感受。以原有的建筑物为基础，希瓦人逐步建构出了一家伊斯兰教风格的旅馆。毫无争议，这栋建筑很淳朴，非常适应本地的气候，不论是夏季或是冬季，都让人感到同样的舒适。并且这栋建筑矗立在这个地方，并没有损害希瓦壮阔秀丽的天然景观。这项计划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坚持了整个建筑计划必须要有希瓦人的协助，让他们参与设计。这是一项通力合作的工程，因此才能够完成这么优秀的一个建筑。所有员工都是希瓦当地人，接受过优质服务的训练。现今大约有300个家庭能或多或少从旅馆获得经济收益。来看看，又便宜又好。来这儿看看。由于位处边境军事核心地带，长久以来希瓦很少向外国人开放。现在游客来了，绿洲又重新与沙漠商队的时代相连。以前绿洲就曾接待过无数的旅人。希瓦和利比亚沙漠推行惠及渔民的旅游业，与当地居民紧密合作。希瓦人传统上从事农业，现在他们参与开拓自己绿洲的旅游业，并且从这个新的经济产业获利，不再只有单一的收入来源。希瓦人能共同决定绿洲的命运，这毫无疑问与他们的文化和彼此团结的历史有关。因为伯伯尔人在过去曾对抗外力入侵，经历过天灾等逆境。1203年的时候，由于邻近部落不断的入侵，造成大量死亡，希瓦仅剩下40位伯伯尔人，于是他们建造了夏里堡垒。
他们原本是在沙漠旅行的商人，放弃了游牧的生活方式，转而在绿洲从事耕作。艾玛德·赫尔密是一位埃及考古学家，专门研究希瓦的历史与文化，拥有这方面丰富的知识。成为定居民族之后，希瓦人变成了贝都因人的目标，因为他们一直觊觎希瓦人所拥有的那些珠宝财富，为了保护这些财富，这些剩下的希瓦人最后四十人想建造一座防御性堡垒。夏里在希瓦语中是城市的意思。夏里以岩砖打造，岩砖是由湖水中的粘土和盐混合而成，是这两者混合后的产物。在远古时期，地中海的版图向南一直延伸到希瓦这儿，海水后退之后，地上留下了浓度很高的咸水湖，也就是今天我们在希瓦看到的湖。粘土和盐这些混合沉淀物一旦干燥之后，就会变得像水泥一样坚硬了。希瓦人在夏里堡垒的庇护之下生活了大约700年，一直到1926年的时候，堡垒在一场暴雨中被摧毁了。暴雨几乎毁坏了整座城，因为岩砖被雨水敲打崩解了。现在堡垒依然存在着，不过当然已经没有人住在那个里面了。断垣残壁被阳光所笼罩，异常美丽。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一处历史遗迹，游客们纷纷前来参观。后来部落就安顿在堡垒的墙角下。历经劫难的希瓦仍然是通往沙漠的门户，从这里展开了数条横越大沙海的道路。我们是不是搞错方向了。这个团队的成员有法国人法布西斯·乌丹和埃及人保罗·贝卓斯，他们横越沙漠却避开多数人走的道路。从这儿出发，这里水怎么办？附近有水源吗？有，这过去不远的地方就有水源。太好了。10年来，他们带领游客探索利比亚沙漠的壮丽景色，结合两种文化，他们策划出最棒的探险之旅，以徒步或骑骆驼的方式前进。应该不错。说的没错。埃及西部的沙漠占了国土面积的1/3，其中大部分都属于大沙海。这片广阔无垠的沙漠覆盖了部分苏丹和利比亚的国土，然后在埃及的石灰质高原底下延伸开来。传说波斯国王冈比西斯派遣5万大军想要征服希瓦，但是却未能如愿。
国王和他的军队永远消失在这片无止境的沙漠中。为了寻找这支消失的军队，所进行的挖掘工作仍然一无所获。不过这个区域内有许多历史遗迹可供探索，例如在艾尔艾瑞格软质白垩层中挖掘出的墓地，证明了从古代起绿洲上就已经有居民。往哪边走啊？没走错吧？往那里。在沙漠路上，四轮驱动越野车取代了骆驼。不过身为向导的贝都因人，比起他们的祖先的沙漠商队毫不逊色。他们知道那些外人无从得知的秘境。我觉得十五天的行程比较好。没错，十五天够了。很紧张是吗？快把盘子拿来。等一下，这也说不准。要去西瓦，去西瓦要八天，这样缩减天数很勉强，每个人都会吃不消的。没有休息吗？对，没休息。下一趟我还跟你一起，光靠他们不行。十五天真的是太勉强了。是啊。好了，准备好了吗？我去拿。不用倒得太满，别打翻了。保罗和他那些精力充沛的伙伴们关系融洽，没有阶层之分，分享结伴旅行的喜悦。干杯。等会儿上路我跟在你后面。没问题。沙尘会很大，我的眼睛现在就很干涩。当旅人梦想去沙漠时，总会想到成排的沙丘延伸到天边。保罗和法布西斯很清楚利比亚沙漠是地质学的宝藏，隐藏了丰富多变的形态与色彩。这条路这样走，这样走可以连到这里，走三天再回到这条路上，最后再回到这里。好，这样能去两座沙丘。他们策划的旅行能让好奇的游客体验沙漠的各种样貌。我想小孩子会很高兴，而且多了三天的时间，这样可以去看看别的东西。在这些地质宝藏中，狂风雕塑出大沙海的沙丘，形成了蔚为奇观的景象。白色沙漠。Thank you.
很难描述沙漠的亲密，你必须要亲身去体验一下，去看看会发生什么，会给你惊喜的。大部分来到这里的人，即使是第一次来，也能够感受到平静。他们追寻自然，去找到宁静。旅人们以缓慢的徒步方式探索白色沙漠。小型旅行团漫步于白色石灰质的景观之间，他们融入当地的生活形态，并且尊重受到保护的自然环境。石灰岩质地细致易碎，由沙尘暴雕刻成型。沙尘暴蹂躏这个区域之后，留下了高深莫测的杰作。我们都来自开罗，大家共同创立这个小公司，像朋友般一起工作。我们和法国旅行社一起策划探险行程，徒步旅行或者是发现之旅，我们只在沙漠里工作。这片沙漠很美，我们将尝试把它推广给世人，向人们介绍这里的美景，体验不同的埃及。真会享受，还行，不错。一起，我们试着尽量找个沙丘，在沙丘扎营，对露营的人来说更加方便。我们努力寻找特别的地方，通常会找一个特别漂亮并且相对舒适的地方，让暂时歇脚的游客可以自己去探索沙漠。基本原则就是什么都不留下，因为这些区域的生态平衡非常的脆弱，我们必须严格控制用水量，即使沙漠地底下的水资源很丰富，所以不要留下垃圾，要么把无毒类垃圾烧掉，要么把所有东西都带到绿洲去，那里可以进行回收。他们继承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团结一致，分享一切。为了延续这种精神，保罗招募年轻人加以训练，成为沙漠旅行的向导。保罗与团队紧密合作，减少旅行社与绿洲之间的层层中介。团员们结下了友谊，小型旅行团充满了友善交流的气氛。好了，来，再来。那个我会收的，帮我拍一张。选择参加这一类旅行的客人，他们渴望探索这个国家，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埃及的神庙或者是金字塔，而是希望寻求安宁寂静，这和传统旅行不同。旅途中的随行人员一定要可靠，不论是厨师、司机还是向导，所有人一起工作，整个团队一起旅行，这是有一点复制沙漠商队的模式，可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好，出发。好了，走了，东西都收拾好，不要落下。收拾好，东西都落下啊！上路了，上路喽。埃及人重视旅游，不是因为可以赚钱，我们是好客的民族，乐意看到外国人。走喽！现在，等会儿，你先带他们过去那边。好。那边，往那里走，别跟丢了。
语言的隔阂不会对绿洲居民造成太大妨碍，他们乐于分享生活中的喜悦和聚会的欢乐气氛。很好听，很有特色。看那里，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会演奏音乐，很适合沙漠，体现了沙漠风情。如今骑骆驼横越白色沙漠，和以前商队走的是一样的路。一如以往，旅程中会在小绿洲暂时歇脚，让旅人和坐骑都能喝口水解渴。在利比亚沙漠干旱的地表之下，隐藏着地下浅水层，水源来自尼罗河和许多沙漠泉水，形成真正的绿洲。这些水源供给处是大自然与人类合作的成果，不可或缺，却也无比脆弱。距离西瓦不远处，比尔瓦西德在沙丘之间突然神奇地浮现。
在这片孤立绿洲的茂盛植被之下，潜藏着富含硫磺的温泉。温泉能让人洗尽疲惫，吸引旅人前来，在长途旅行中稍事休息。西瓦和邻近地区拥有丰沛的泉源，与这里的平均海拔高度有关，因为这个区域的高度在海平面以下。这些泉水能确保用水无虞，也说明了西瓦的湖水来源，为何远古海洋的遗迹至今仍不会完全干涸。然而湖水中过高的含盐量导致其无法用来灌溉耕作。淡水则是绿洲真正的宝藏，它赋予繁茂的绿洲生命，让西瓦成为撒哈拉沙漠中最美的绿洲之一。西瓦人开垦土地，种植橄榄树和海藻树，也仰赖着水源来灌溉。几个世纪以来，这块富饶之地养育了这个致力于务农的民族。西瓦出产的橄榄油和海藻声名远播，全埃及都看得到他们的产品。如今，旅游业的兴起为绿洲居民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我的名字叫阿里·苏利曼，我父亲是西瓦的农夫，我继承了我父亲的农业技能，我有耕田种植的经验，我知道如何随着四季的更替来耕种。在以前，我只知道在田里耕田工作，后来这里的旅游业发展起来了，我们就想新建一家旅馆。开旅馆的收入不菲，这笔钱确实已经成为了补助，成为了家庭开支的重要来源，而且还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地位。刚开始我们不太习惯依靠这种方式来谋生，但的确这让我们有了更好的生活。这是务农之外的副业，因为现在已经没办法光靠务农的钱来维生了。希望这个旅馆真主能够保佑，就像现在这样一直不断的有好生意。需要花时间慢慢的游览西瓦，才能好好体会它的自然美景。就像从前埃及艳后也是如此。必须花时间体验绿洲居民的生活形态和柏柏尔文化。
如果我想要带回这里的文化记忆，那么事前就要做好完整的信息搜寻。你得融入当地的生活，在绿洲这里比较容易，还比较自然。也许再过不久，这里也将会出现旅游人潮，那么西瓦也将会失去现有的魅力。这车送完还有吗？没了，这是最后一车。是吗？我想旅游同时也是一种交流，让我们能够结交新的朋友，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能学习新鲜事物。我觉得这是一件让人很高兴的事。不论是旅行者或是接待者，双方都会有收获，都能从对方身上获取到不同的体验。过来这边看看，便宜又新鲜的水果，很便宜的。我们在2001年已经来过一次西瓦，因为这里是整个埃及最宁静，同时也是最舒适的地方之一。发展旅游也有好处，至少现在这里还没有涌入大量游客，我们还能找到安静的地方，像是这儿，能听到鸟鸣声，交通流量也不大，我很享受在西瓦度假的日子。我真的非常喜欢西瓦，不是因为西瓦是我的故乡。当我有事必须要离开西瓦的时候，我刚一坐上长途汽车，车子都还没有开出西瓦，我就已经开始想念西瓦这个地方了。我喜欢这里的宁静气氛，还有善良的居民。这儿被自然的平静宁和所笼罩，远离一切污染，值得我们去探索。即使我自己是西瓦本地人，几乎在每一天都会有崭新的发现来拨动我的心弦。我每次都告诉我自己，造物主创造出如此美景，实在是太伟大了。跳跳跳！跳跳啊！接着来！漂亮！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快点跳！快点！水里真舒服啊！哇，好舒服！是啊。西瓦多姿多彩的景观，让很多人来拜访我们。任何人想来西瓦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让他们在西瓦度过一个永生难忘的假期。真美。是啊。